你眼前所看到正在急救病患的消防救护员，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他们不是男孩子，而是女消防队员。好，来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现在马上为你进行处置。台东消防局新增了28位的女性消防队员，看出勤任务时敏捷的动作，可是一点都不输给男生哦。对，之前是在医院也是做一些紧急病房的工作啊，所以对救护这方面还是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就想说报考消防特考，来也是就是执行一些紧急救护的方面。女性消防员的出勤认真跟态度，男性消防员是赞赏有。因为其实在我们新的98年特女性队加入之后，原本比较阳刚的消防工作，现在比较算有一点那个柔性这方面。那其实女性在这方面可以补足男性的一些不足，在于说女生在，比如说刚各位看到救护的紧急救护的这个组织流程，她可能比较细心。而这一位女消防人员会进入这消防队，主要是因为对于护理的工作有很大的兴趣。看到满腔热忱的女消防队员加入，相信对台东的救灾消防更有帮助。东台新闻林峰哲的采访报道。